我假装嫁人，出门回来了，他是什么反应？春心，你干嘛呢？我没干嘛呀，我准备刚要去接你呢。接我？你看我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？啊，是吗？啊，我刚才睡觉了，刚才手机静音了，好像没听着刚才。睡觉？你这个点睡觉啊？啊，我刚才困了。哎，你干嘛去？走，出去吃去。出去吃什么呀？家里不能吃吗？今天圣诞节，带你出去吃。哎，带你出去吃，走。他好像真的信了。你这，你一个人在家睡觉还拉窗帘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是不是觉得我藏人了？这么不相信我？他真的当真了？你找什么？找人。让开。什么？哎，犀牛，犀牛，完了，完蛋了。要不先打开看看里头是什么？圣诞节快乐！不想死！好了好了，错了错了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嘛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你先出去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个小惊喜。好了没有？大别活人啊！